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周总理逝世，毛主席不禁潸然泪下。朱德向遗体行了一个军礼。1975年7月11日，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，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边在病房内做八段锦运动，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，请朱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。前几天，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，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，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，就没有请他去。当时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。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2个多月才能回来，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，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。下午5时50分，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，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，远远地迎了过来。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你好吗？”周恩来回答说：“还好，咱们坐下来谈吧。”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，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，周恩来关切地问：“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？”朱德说：“这个可以。”这天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20多分钟。周恩来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，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，6时15分，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。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后，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。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。1922年，朱德在德国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0多年来，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的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。朱德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。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化，毛泽东的病情也在加重。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，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，对工业、农业、科技、国防、教育、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。在短短9个月里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，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。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，朱德十分欣慰，他称赞道：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。1976年1月8日9时许，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，这不是平常的电铃，而是为预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。不好，大家快步跑向病房，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，心跳70几次，一直是100多次，忽然下降到70多次，陈在家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。周恩来的心跳在继续下跌，60次、50次、30次，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，采用了所有措施，呼唤、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。陈在家哭了，他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，方银大夫替他守着。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，渐渐的看不到心跳了，只见一条直线：总理，人民的好总理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，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，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跳动。上午10时，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，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。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。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慈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，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，屋里沉寂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毛泽东只点点头，一言未发。对于他来说，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。几年来，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，他预感到不妙。过了良久，毛泽东目光呆滞地仰视着天花板，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：“走了，他也走了。”说罢不禁潸然泪下，唏嘘不已。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，才出院不久，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，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。当天下午，朱德还接见外宾，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。回来后
康克卿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，便慢慢地对他说，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。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不会吧，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，怎么会这么快就化了呢？反正情况不是很好。康克卿低声说，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卿的意思，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。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，病情不会发展的那么快，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，他在想，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，难道就治不好了吗？到了晚上八点，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，朱德惊呆了，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，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。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，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，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，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，滴落在衣襟上。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，工作人员告诉朱德，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。这时朱德说，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，后来进步了，死后火化，这是一次革命，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。他一边说一边流泪，还问，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？大家说知道一点，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，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。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，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，没有让他说很多，但他不时自言自语，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？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。1月11日上午，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，哀乐低回，哭声起伏，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，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，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，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，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，朱德、王洪、文、叶剑英、邓小平、张春桥、江青、陈锡联、姚文元，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，鞠躬诀别，随后绕灵床半周，从侧门退出去。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，老泪横流，低声呼唤，恩来，恩来。他鞠罢躬，又挺直身躯，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，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。这一刻，在场的叶剑英、邓小平、宋庆龄、李先念等人也都哭了起来，继而全场痛哭。这是朱德这位中国军队永远的总司令敬的最后一个军礼，敬给了他的入党介绍人，敬给了与他一生相知相敬的周恩来。